大家好，我是圣家堂的张明德神父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晚安，今天是四旬期第四主日。虽然因为疫情严峻没有机会去圣堂参加主日弥撒，不过我相信大家已经网上望了弥撒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去看自己的背部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这个背部就是我们的盲点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呢，小朋友的时候，特别是小朋友的时候呢，有时呢喜欢在字上画一只乌龟，然后呢将那张乌龟的图画贴在那个其他人的背上，跟着呢起哄他们，其他小朋友呢看见就会笑那个人啦，但是呢那个人呢自己就不知道的。你们有没有玩过的？所以呢我们呢看不见的东西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盲点的。比如我们可以看见地面的沙漠，但是看不见地底的石油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向镜里面看见自己的一粒暗疮，但是呢看不见自己的性格的缺点。我们可能呢看见自己越来越肥，非常紧张，但是呢从来呢看不见自己的品德有没有进步。还有、哦、我们只看见人家的外表，但是看不见人家的内心。好啦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如果你们留心看看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所记载的事，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了。当时呢天主是叶失的八个仔中拣选了哪个话达美做以色列的君王，就叫撒诺尔先知去叶失的屋企为那个未来的君王扶摇。撒诺尔是叶失的屋企里面，他看见达美的哥哥厄利雅布，他的样子呢英俊，身材呢高大，撒摩尔呢就以为他是未来的君王，但是天主对他说，我驱逐他啦，因为天主的底法和埋人的不同啊，我们人呢底边看外貌，上主就睇人的心。所以呢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，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很多盲点。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没有光、啊、如果你是半夜起身而不开灯，你看不见地板上的垃圾，或者是台上的灰尘，所以呢你自己会觉得在屋企非常清洁、哦、但是呢是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那些垃圾灰尘和污渍你就会看得清楚。或者你如果我们说、啊、自己没有罪、哦、也都没有讲大话、哦，咁喺我哋嘅心里面呢一定冇天主嘅光呀、啊。点解？因为如果有天主嘅光呢，我哋就一定会睇见自己嘅心里面嘅垃圾，同埋心里面嘅灰尘，心里面嘅污渍。我哋一定会发现自己有好多做得唔够好嘅事。我哋会发现自己应该做而冇做到嘅事。不过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得到在天主的光呢？
因为咧，我哋有好多盲点啦，因为我哋冇光啦。而家问题咧，点样做先至能够得到系天主嘅光呢？第一个办法系亲近耶稣。好啦，我哋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载咧，大家都好熟悉呢个故事啊。伯多禄曾经咧对耶稣话：主，我系一个罪人。佢系咩时候讲呢句说话呢？佢讲呢句说话，佢系真系亲近咗耶稣之后。嗰个时候咧，佢唔系耶稣嘅全职嘅门徒。当日咧，耶稣上咗去伯多禄嘅船，然后咧就对伯多禄话：划到深处去，撒你们的网，捕鱼吧。于是咧，伯多禄就撒网，结果咧发生咗好大嘅奇迹。因为原来伯多禄啱啱用咗成晚上嘅时间去望鱼。连一条鱼亦都冇摸，摸唔到嘅。但系而家发生咗一件更伟大嘅奇迹，望到好多鱼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平时咧，白多禄咧唔觉得自己有罪有罪嘅白多禄，忽然间睇见咗自己嘅罪过，于是咧，伯多禄喺呢个时刻，佢系真系跪低喺耶稣面前讲：主，我系一个罪人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喺呢个就系点解我哋要明公圣道啫，朝拜圣体咧？又或者我哋要祈祷嘅原因系咩嘢？祈祷嘅原因？点解我哋要朝拜圣体要祈祷嘅原因？因为朝拜圣体系亲近耶稣嘅最好嘅方法啊！如果我哋肯经常朝拜圣体，亲近耶稣基督，我哋就一定会睇见真理。因为耶稣曾经讲过：我喺世界嘅光，跟随我嘅绝不再喺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嘅光。好啦。第一个方法咧，得到天主嘅光系咩办法啊？就系我哋亲近耶稣基督。第一个得到天主嘅光嘅办法就系咩啊？阅读并且默想圣经，同埋听教宗嘅说话，同埋咧服从教会嘅训导。因为咧现在嘅喺现而家嘅喺呢个世界，由于好多人唔接受圣经嘅真理。唔肯听教宗嘅说话，所以咧冇天主嘅光，睇唔见真理，亦都系黑暗中生活嘅。因此咧，佢哋会有好多错误嘅谂法啦。而家好多人都咁讲啦，系嘛？冇天主啊，咁样嘅情况啊，疫情啊，严峻啊，冇天主啊，冇天堂啊，冇地狱啊，或者冇魔鬼啊。佢哋话啊，只要有钱，你就会快乐。只要有名誉、有地位、有权力、有成就，你就要快乐啦。或者佢人哋话啊，人生最重要嘅事系咩啊？享受啦，只要你觉得开心，又唔影响人哋，任何嘅事情都你都可以做到噶。啊，佢哋以上嘅说话咧都系错嘅，咁样谂法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人人都有盲点嘅。有好多东西睇唔见，而我哋咧又知道咧，如果我哋冇天主嘅光咧，我哋就睇唔见真理。所以咧，我哋一定咧唔可以骄傲自大，必须为天主面前，我哋要保住呢个谦逊，承认自己嘅智慧同埋能力都系非常有限嘅。所以咧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哋今晚咧，我哋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亲近耶稣基督，亦都靠耶稣基督医治我们的盲点，希望我们的基督的光照亮我们的黑暗的地方，亦都我们的缺点，使我们在生活在光明中行的。所以如果你们留心底下的这个圣保禄第一卷读经里面，亚弗所人书里面邀请我们，我们的生活是怎样？我们的生活自然要好似光明之子一样啊！
光明所结果的果实是什么？就是各种的良善、正义和诚实。亦都我们要提责什么事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。希望我们继续祈祷的时候，希望这个光会带领我们，使我们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所喜悦的事，天主喜所喜悦的事我们会做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行着这个光明中我们行着的。好了，各位兄弟姊妹，虽然因为疫情严重，我们少了见面的机会，但是我们以另外的认识一起祈祷。现在有我们静默片刻，准备我们的身心，准备一起祈祷，好不好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让我们为受疫症影响和患病的兄弟姊妹祈祷，祈求天主医治他们，让他们早日康复。我们现在一起念佛经祷文。天主，你是仁慈的，我们为疫症的传播感到忧心难过，求你帮助病人早日康复，并指力量给医护人员，求你增强我们的信心，并使众人同心协力防范病克服疫症，求你指我们悔改，吸取教训，保护身体环境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福利我们的祈祷，阿们。愿光明贵父及子及圣神记住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愿主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主啊，天主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临于你们，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晚安，天主保佑。